们高血压的病人呢，每天盐的含摄入量呢要小于6克。另外呢，就是控制一些，比如说是这个冠心病啦、糖尿病这些疾病。如果说是改变生活方式以后呢，仍然不能控制血压，那么就需要药物治疗。那么药物治疗呢，分为好几大类，比如说不要说低阻滞剂、利尿剂、IRB、一些依赖药物，还有钙类的拮抗剂等等。治疗上面呢，先是用这个小件的药物开始，如果不行呢，就可以进行药物的这种连用，把这个血压控制好。总的来讲呢，把血压控制好以后呢，可以使这个高血压的自残自死率进行一个很好的下降。高血压治疗呢，首先呢强调是改变生活方式，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以后呢，首先要多运动，第二个呢从饮食上面要改变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少吃一些含脂肪高的这些食物。另外呢更重要的是要限盐。